大家好，蛋挞又到了我们三珍海味第三集了嘞。那之前的所有上座我三珍海味系列的所有的女来宾，好像都被骂蛮惨的，是不是？常常没有啊。哦，因为一个不讲话，一个话太多，所以话太多被给了万死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今天带我的一个新员工来上我的节目，因为未来呢，他会帮我经营新的频道。那欢迎 Ariel。大家好。很尬，是不是？还好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他其实是我四五年前的员工了，后来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我。导致我后来落魄啊，衰退啊，怎么样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重新站起来了，他又回到我身边。你现在录制第一天，第一天大家上频道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吃好吃的螃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澳洲雪蟹跟澳洲香槟蟹。那这两只螃蟹在市面上都属于高档食材，那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在外面看过。那今天这集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吃看看，找个妹让流量好一点，扛得住啊，扛得住。我的粉丝很嗜血哦。好了，那就我们先去抓螃蟹吧。这又是他抓？对，就还是你哦。我们来宾都要自己抓螃蟹。好啊，你可以哦。可以啊。好，走。手套来了。你要垫吗？垫。有小板凳吗？多高？1.53。好，那洗澡澡可能热。起来。丢了。哇塞！等一下，下面有东西。下来。我也知道。你好镇定哦，你都怕哦。怕。老板，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先介绍就是白话镇好了。这是什么螃蟹？澳洲雪蟹是不是？它学名叫做澳洲雪蟹，那也有人就称它为水晶蟹，因为它的学生吸饱，所以看起来很像水晶一样。白话镇吗？不是吧？是它稀有。现在台湾有餐厅在卖这种东西吗？其实有，可是非常少。它必须环境非常严苛的情况之下才活下。所以澳洲雪蟹其实正常不是白色的，正常是灰色。所以其他地区也有雪蟹吗？全世界各国至少五个地方都有雪蟹。包含美国，然后包含阿拉斯加，甚至于包含连日本、韩国都有。澳洲最好吃的，对。对，那它吃起来大概会像什么感觉？严格讲，比帝王蟹还要再细。哦，所以会比上次的帝王蟹还要好吃。他妈爽到你！而且肥度它应该算是目前蟹里面最高。哇！因为你可以去查一下，很多 YouTube 拍过它。有很多 YouTube 吗？我以为我第一个。大陆没有用，那个大就是那个什么翔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只嘞，这只我好像有看过，叫香槟蟹。对，它长得其实有点像那个很多鱼，这真的很多鱼都有拍过那个皇帝蟹。它其实你把它抓起来，你看它手，特写它的手的话，大家都会说，哇，这不是皇帝蟹吗？哦，他们是啊，表兄弟的关系。那吃起来嘞，吃起来其实它不像左边的雪蟹一样。哇，痛了，我干嘛夹人呢？好痛哎！我想问，为什么螃蟹都是一大一小的钳子？是所有螃蟹都这样子吗？对，它的手臂一只手是要用来进食。一方面是用来攻击，所以一定会有退化的一方。小巴，你知道碰哪张图吗？神奇宝贝那张。我是谁？我玩过神奇宝贝都知道。先跟大家讲，他是那种电玩达人加 cosplay 达人。我就宅男。等下最后片尾的时候会秀 IG， 你再去看他的作品，其实还蛮可怕的。这是你啊？那以澳洲雪蟹来讲，现在的价钱一公斤会落在哪？卖价，不要说成本的，不然大家看我影片都觉得你要卖那个价钱，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卖价，台北比较知名的餐厅。应该至少都喊到3000-4000，一公斤3000-4000，又跟和牛一样，对，哇，那这只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这两只是两个，差不多。我刚刚跟老板聊，因为他们说海产店不喜欢进这个，原因是因为它非常容易死。对啊，他们说海产店都喜欢进那种就是比较耐放的嘛。比较耐放，为什么波龙卖那么好？因为波龙很耐放吗？耐放啊！对，我最近有拍一集那个客人来点活海鲜啊，然后我调包成冷冻的，我也吃不出来，要不要一起来做？老板，那你今天要什么料理？就是试吃吗？还是今天比较少？试吃是绝对的，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做到5吃。那今天给6啊，5吃。啊！哇！超吵的。这等下又有稀饭可以吃吗？知道啊，螃蟹的喜欢，帅哥的也是，会不会录？他会剪给我，他会录。这丑的跟蒜的有啥？讲废话啊！不是一样东西吗？是我第一次我在那边上螃蟹，然后螃蟹聊这东西。两位，有发现他还在录影吗？刚好又受不了。真的是5吃哎，其实我最想吃的，我要先吃的可以吗？
对，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夹子，已经看很久很久很久。你知道我叫什么陈立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陈立。因为观众他刚刚跟他讨论一下，他觉得 Ariel 太多人一堆鱼在路上走了，因为他未来会很常上我频道，就叫他陈立了就好了。对，立儿，他怎么吃啊？直接咬、啊？老板怎么吃？用挖的啊、哦。哇、哦，有了有了。我先不讲螃蟹肉好不好吃，这个料理是我目前来你这边吃最喜欢的一种料理方式。这种料理啊？金沙。金沙吗？我、哦欸，而且它的肉超甜诶。这个是刚刚的香槟蟹啊，对不对？香槟蟹它的纤维质比较粗一些些，所以它会比较偏向一些清炒的东西。而且我们今天的料理时间等得非常久，超久，我等了三个小时。你是玩了游戏玩了三个小时啊？你、欸、那感情方面呢？你那时候来我公司上班的时候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但我从你那边离职之后，我就交男朋友。但是又分手了哦，员工都讲说我的公司风水是闪桃花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会啊，小爱结婚嘞，干嘛？风水轮流转吧，所以我现在又回来啦，我要搭上这个风水。我要去，你是讲嫁人对吗？还好还好啊，因为我常常跟观众讲说，我以前很会看人家面相，尤其是看另一半。我们以前都会给你看啊，可是你有不准的时候。偏少啊。啊，对啊，偏少啊。对观众就是也要交男朋友啊，交女朋友啊，你想找我的对，不要爆嘴。小包都不想承认，可是他不得佩服我的嘴。那比较一下，这个是血蟹对不对？血蟹。他真的很漂亮。假的。认真的，你要记得吃肉。是不是高型螃蟹？肉比较多的。对，它肉是甜的。嗯。我就觉得我们吃熊的，赶快讲话！你们都忘记在录影呢、喔，太好吃了。等于是再好吃一点的学长蟹，这其实我们都吃过。螃蟹的形容词大概那么几种。那今天其实就要给大家看一下，不同的螃蟹长什么样，它吃起来到底值不值得？那我这边跟大家讲说，一定是超级值得，因为它客单价应该不会像学长蟹这么贵，因为毕竟它比较小只，可是它吃起来绝对比学长蟹的感觉再更上一层。可是要跟大家讲，就老板说是要预定的，所以你想要吃这两只螃蟹，一定要去跟老板先预约来吃这种。这局要赶快结束了，赶快叫小花先去洗下来吃，老板受不了。没有，我这里我们等太久了，因为老板主要是怕我们画面摊摊掉，加上我们对话又太无聊了，不然这有什么好讲的？其实我蛮佩服那些美食 YouTuber， 每天讲那些天花乱坠的词汇，蛮厉害。东西不就好吃又不好吃吗？你们还希望我讲到什么？你的词汇太少了。这种蒸蛋是蒸蛋，你给它好听点名字吧，蒸蛋。干嘛、啊？你妈也说精力蒸蛋，我就看这样，你看这样，这样。那你就喜欢呢？你看，刚才是粥的感觉，很多种吃。结束啊！结束很小，然后被剪掉。那个比较适合是放在粥里面。好瘦，他妈的，早讲。我刚才真的太单吃啊！其实超对，你加很多是不是。刚刚两只不是在里面？这是都加进来。老板有办法盲测螃蟹的那个吗？你觉得你可以吗？哇，对，没有吧？但是我来办这比赛，成本太高了吧？这个对啊，盲测螃蟹的那个，还要猜品种，这很难哎。可是我觉得老饕有机会，吃粥吃粥吃粥，就它其实不是生蛋，就是把蛋把它打散的，一种酱汁的。哇，那个我最喜欢他们家的粥，这粥很厉害哎。对，这个粥完胜上次那个，真的假的？完胜，完胜，那边懂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用你仅有的词汇。其实也不一样东西啊，因为我目前拍的水产蟹跟澳龙嘛，跟这个甜味是最足的，就它那个我们讲那个原味的回甘的味道，那是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啊，还不错吧？超好吃。跟外面什么三点蟹嘛，还有老板说你的低端的几次啊，他刚刚说三点半不是中端的啦，三点蟹红鳕是低端的啦，反正大家知道了嘛，反正吃什么就看能力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家的粥真的是，我们真的是改招牌啊，叫人家直接卖私活海鲜粥店，我跟你讲，再配合乌龟一层，百分之百送。目前台北是我觉得最好吃的粥，不好笑，而且我客人这样觉得，他们重点全部放在粥了，因为螃蟹其实就那样，我不是说你厨艺不好了。好，那要我评论目前三只螃蟹，水产蟹、雪蟹跟香槟蟹，我目前最推的是雪蟹，真的满分中的满分。而且这几个都不是我常吃的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吃螃蟹啊。但水产蟹其实在我们台湾算比较大众啊，所以其实大家有吃过，应该都不会觉得它差，毕竟也是高端螃蟹嘛。敢卖那种价格，基本上它不会难吃到哪去。可是如果你要再把这几只特殊螃蟹加进来的话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多尝试啊，会有不一样的风味，就跟我们在吃和牛会有不同产地、那不同部位那种感觉。那当然，贵的原因老板刚刚讲到，因为不可养殖嘛，雪蟹不可养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香槟也不行嘛，哦，因为生产环境非常严，一养就死。
所以老板其实进了这两只，赶快叫我来介绍的时候，他说他蛮错的，他说每天都在担心他会灭我。好了，那小巴看得很辛苦，加上今天老板料理太久了，他想要证明他们的餐厅其实厨艺不止这样子，那用了非常多元的方式。那今天明天到这边，那谢谢啊，就是接下来希望在我公司做的愉快，加油。那小巴给他个 IG 啊，反正单身都可以追他。好啊。他还有另外一个绰号叫交友软体之王。屁啊，我没有在玩。有任何交友软体的疑难杂症啊、渣男分析啊、过滤啊什么的，咨询他就好，他可以帮你解决所有的疑难杂症。好，那今天抽奖，那你觉得要抽来宾还是要抽？抽来宾啊，因为你的粉丝应该想跟你一起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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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一个来宾，抽一个来宾，抽一个是我海鲜的来宾，那下次可以跟我拍片。那下次什么主题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是很奇怪的东西。因为我发现老板开始进那些我觉得很可怕的生物，珍奇异兽。珍奇异兽。好，那今天明天到这边，那谢谢是我海鲜，这次又借我场地，就是让我去拍很特殊的螃蟹，也谢谢就是陈立尔参加这演出。那未来他会开频道，大家去追踪他。好，喜欢我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追踪我 IG。那所有奖项都在 IG 上公布，不要再说我没有公布奖了，那不要一点头，太尬了。拜、okay. 欸。小巴，感谢这只吗？干，它其实会吃诶、欸。大蟑螂。它是那种爆脸虫啊。爆脸虫，所以那个什么，比如说伯米修斯，是不是？对对，伯米修斯。它就是会吸在脸上啊，这样子。它会用力。它会用力啊、哦。哦、天哪，那它的正确的念法叫后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上次很多观众都有看出来，那它其实是活化石的一种。那我们其实这边没有要拿来吃啊，是老板养的一个生物而已。老板的宠物啊。老板的宠物，那这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特别弄一个彩蛋给大家看。那这边就特别给大家看一个画面，小朋友有录到吗？有啊，好可怕哦。OK 哦，那我看全貌还你。可爱的吧。看全貌还你。好，那它那个后啊，其实很多的保育动物、保育协会，其实在推广就是不要去吃它啦。然后听说它的肉、它的血是蓝色的啦。那目前都用在各大疫苗的研发当中。那把它留给需要的人，我们就不要去吃它了。